哇塞，久违的毛巾卷。这个是福袋，带来好运的福袋。怎么办？我好像这一碗整炸了。我吃饱了，不要骂我，我真吃饱了，我下次整只小碗一点的，依旧点个赞呗，谢谢。Hello， 泡芙一口一个，我三个吃完了，你一个没有吃完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裤子着凉了。这是咸奶油奥利奥。喜欢吗？好吃，好吃哦。再加一个奥利奥。它蛋糕很嫩，这么大口吗？你看，还没有呢。有 ，Hello baby 们，今天来吃点小点心。细腻，超细腻。这个之前我吃着苦味浓了一点，
天吃的是苦味没有，就是抹茶味巨浓。吃了那个之后，吃这个好苦啊！热量爆表的一天，泡芙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珍珠泡芙，妈，芋泥派，先来个屁头儿。好吃，脏脏泡芙。哇，这个芋泥个头真的是够大，够可以。
早茶时间到了呀，宝贝们，这个是提拉米苏。太一般了，这个提拉米苏。这个雪媚娘皮也不是自己做的，也是那种现成的皮包起来的。榴莲，妈呀，它怎么在我们这边活下来的？好惊喜，哇，一咬开来直接爆浆的感觉。还没有完全解冻，中间还是硬的。透心凉，铜锣烧冰淇淋。口味的问题吗？为什么有点点辛辣回味？我最喜欢的是我看见还有水。
它这料有点多。紫米麻薯肉松盒子，甜度把握的刚刚好，没有说很甜，也没有说很淡，大概两分甜的样子。我觉得就是颜值可能有点不太好。Hello Hello Hello， 今天吃几个泡芙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甜品了，今天一吃绝美。咸蛋黄，咸蛋黄泡芙。晚上好呀，宝贝们，来，这是牛油果卷，好好吃啊。